这是2000年来测的，庚辰年，说我遇到麻烦事儿了啊，我要不说你能不能测出来？对于这种情况，只能就是来人不用问嘛，只能在局里找信息，要结合这个求测者所坐的宫位以及当时的外应来综合判断。他一进来就坐在离位上，也不多说，一进来就点了根烟，深深的吸了一口，才问的，说是能不能给我看看飞盘奇门起的局啊？这里头说了，凡是用奇门遁甲测来意的，就是他不说你得测他来干嘛的，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体现在求测者所坐的宫位上，然后再观察这个时干的落宫，还有直福直使的落宫啊，另外还有年命落宫，这几个重要的参考点。奇门局中求测人坐在离宫，日干是人身啊，人带着天琴星临直福，也落在离宫，时干的乙奇落在离宫的地盘上。按照咱们这个方法，日干为求测者，时干为所测的事儿。现在求测者和事儿都落在一个宫里啊，而且他坐也坐在离九宫。这样看来呢，离九宫就是求测者来意的重要参考宫位。那离九宫天盘就是日干的人，天琴星又是吉星，而且又临直福神。另外这个来的这个男人呢，年命，他不是辛丑年吗？辛金落在艮八宫，辛金带的也是天府星，也是吉星，落的修门也是吉门啊，所以就可以断这个没有什么凶事，也没有什么灾难，肯定就是看看其他的方面了，找找信息。离宫内最近的直系亲属就是时干的乙木呀，代表孩子呀，时干落宫不就子女宫吗？乙木又是日干人的孩子，人是阳水，阴是乙木，阳生阴是异性，所以这个乙木肯定是这个姓陈的男人的女儿。现在乙木带着天鹰星，这是阴星呀，因此乙木代表这个他女儿的信息啊，就更又确定了一层。那么就看看他女儿状况如何。这个地盘就代表隐藏或者暗地里不明朗的，天盘就是等于是表现在外的明朗的，所以要想把女儿的信息看详细，必须到天盘上去找。现在天盘乙奇带着天鹰星落在巽宫，巽宫格局叫乙加辛，叫青龙逃走，出走之象。而且现在指使门的生门落在乾宫，生门临朱雀神，来冲克乙奇所落的巽宫，可以应这个出走这种信息。从外应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呢一进来就坐在离宫，点一支烟叼在嘴里，深深吸一口，然后吐出一串烟雾，香烟点燃就是离卦，吐出烟雾就是巽卦。如此看来，离卦和巽卦在这个时空里就成为这个比较根本比较重要的判断依据了。这两个宫天盘的天府星又落在艮八宫，正被时干乙木所在的巽宫克的这个艮宫，基于这些条件，所以就对这个姓陈的这个先生说了，你最近是因为女儿的事在烦恼。抬头看了一眼说，你说的对，能不能具体说说，你女儿最近没有上学，离家出走了，为此呢学校老师就把你叫去了，孩子现在不想见你，也不想上学了，出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把孩子骂了一顿，而且你还动手打了他，他已经走了4天的时间，现在没有回来，你是怕他去寻短见对吧？这个男的一开始还挺深沉，忽然一下站起来了，眼睛也红润了，说，哎呀，您简直是太厉害了，就像亲眼看着一样，我女儿在学校过去成绩一直很好，今年成绩突然下降了，后来就发现她书本里夹着男同学给她写的情书，她也在日记本里把自己跟那个男同学约会的这些事儿还写了日记了，因此呢她的班主任找我谈话，我一气之下把她骂了一顿，又扇了她两巴掌，结果这一打就把她给打跑了，4天没回家。然后就看了看这个奇门局，就说了，你女儿是哪年出生的？1985年属牛。哎，这么一看反而放心了，说行了，你放心吧，你女儿呀没走远，她应该是在一个同学家里住着，正跟你赌着气呢，不过今天中午你女儿肯定回来，你现在马上回家，过了中午11点之后她保准回来，但这次你一定不要再对她发火，你要耐心的和她沟通啊。然后这个陈先生呢一听说能回来，很快就回了家了，说的结果过了中午12点37分就打电话了，
说的老师呀，我这个女儿到现在还没回来，你看是不是错了？然后看了看时间，午时还没有结束，于是就对这个陈先生说，你再等上一会儿，如果到了一点还没回来，那就是我错了，但是我坚信一点之前你女儿肯定回来。果然12:50打来电话说，哎呀，你断准了，我闺女回来了，太感谢。后来又来再一次来家里表示感谢啊，并且讲述了女儿出走时的情况。女儿被这个她爸爸责骂后离家出走，找到她男朋友想办法。男朋友因为还在学校念书，也没有独立的能力，所以让她这个女儿呢就在市内东南方向一个旅馆里暂住。男朋友家里管得也很严，也不敢长时间在旅馆陪着女儿。女儿生气了，就赌气离开旅馆，并且跟男朋友提出分手啊，就回家来了。那么下面咱们就把这个思路再看一下啊。首先说这个姓陈的男士求测时坐在离宫，离宫格局人加乙，又临死门，人是日干，日干也代表求测者啊，乙是时干，代表所问的事儿，求测者要问他这件事儿。那么他和他是什么关系？水生木就代表是他的问孩子的事儿。那么他是阳生的是阴，那么代表不同性呀，是女儿。死门代表心情不好，有压力，所以说咱们千万别说，哎呀，你来问你女儿是不是死了，千万不要这么说啊，有压力代表，就你不断她什么事，你可以先问是女儿的事儿就行了。第二，巽宫格局是乙加辛，青龙逃走。那么你想看这乙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就要去找他的天盘，看他发生了啥了。那么乙加了辛了，是青龙逃走，说明是这个乙发生了逃走的事情了啊。巽宫又克着艮宫，另外乙加辛逃走，正好这个辛就是他爸爸年名的落宫，他青龙逃走跟他爸爸有关系。然后你在他正好是克这一宫的，这个巽宫克这个艮宫的，那艮宫落着天府星，另外艮宫也代表家呀啊，青龙逃走了，天府星那代表不上学了，离家出走了啊，因为他克他嘛，克学校他怎么会去上学呢？第三，他年命为辛丑，正好落在这个宫啊。辛，天干的辛带着天府星落在艮八宫，艮宫上落着休门，休门吉门啊，肯定没有凶事儿。艮宫地盘又有丙，丙代表相见，天府星为老师，休门也代表这个会见的意思啊，结见啊，会见，所以说代表这个老师见了家长，因为这辛落在这个宫，丙辛合嘛，临天府星，老师见家长。第四，巽宫格局为青龙逃走，乙就是女儿，辛就是他爸，辛金克乙木，这就是代表他打了他了。另外乾宫临指使门生门，朱雀就代表口舌呀，吵架呀，骂呀啊，吵骂来冲巽宫啊，生门代表艮卦，艮里头有丑呀，是带着丑来的呀，朱雀就代表骂呀，他爸骂了他女儿，所以这个信息都证明他不仅骂了女儿还打了女儿。第五，巽宫的青龙逃走又被乾宫冲克，乾宫天盘是己，巽宫天地盘都是阴啊，乙加辛，所以取四，因为是己啊，所以己巳取四，巽的数目又是四，说明女儿是己巳日离家出走，因为她克她嘛，离家出走，从己巳日到壬申日正好是四天的时间，正好跟巽宫的四宫四的数又对上了，所以断他女儿离开家四天了。第六，断这个他父亲怕女儿寻短见，巽宫地支有辰，天盘天鹰星中藏着午，荆门中又藏着酉，指使生门落在乾宫，正冲克巽宫，乾宫又有亥，所以这样看呢，辰午酉亥自行构成了，所以怕有自杀寻短见的可能。第七，断女儿没走远，在同学家住着，今天中午能回来，午时能回来。女儿年命是乙丑，天盘已落巽宫，阳遁巽为内，所以断她没走远啊，断她在同学家住着，这一点与实际情况有差距，毕竟是在旅馆住的。唯一与同学有关的就是她为什么断同学家住，她因为她找她男朋友，男朋友也是同学嘛，所以有同学的信息啊，所以断在同学家住，没有看到旅馆住的信息。唯一和同学有关的是巽宫为月令的辛巳四宫啊，既有月干的辛，又有地支的巳啊，月支的巳。月令宫兄弟宫代表同学朋友的信息，所以断他是在同学家啊。
当然也是跟同学有关系，同学给他安排在旅馆的啊。那么这个直福是先锋门落在离宫了啊，直福格局是人加乙，人就是日干求测人这个他爸爸，地盘乙就是他女儿的年命，也是时干离宫啊，肯定是午时嘛，应的是午时。从大象上来看，天盘乙的女儿巽宫是生这个离宫的，也代表女儿回来的象。从这个组合角度来看呢，日干的人和时干女儿年命落宫的乙呢，同落在离宫的天地两个盘，并且临直符。凡是临直符的信息，只要不空亡，必然是要应验的信息。离宫的组合也充分说明，在这个午时，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午时离卦这个环境里啊，有这个人有乙两个人同宫了，同宫离火代表相见嘛，所以断午时回家啊，父女相见。咱们前面讲过，预测小孩走失啊，一般要看这个年命的落宫，小孩本人年命的落宫和时干落宫来参考。另外呢，其他的奇门遁甲的方式当中，断小孩走失有用六合落宫代表的啊，但是人家刘老师说了，经过大量实践，觉得六取六合落宫的这个取用法呢不太好用。那么在这个奇门局当中呢，这个孙莹啊，就是这个小孩的这个名字啊，就说这孩子的年命是戊，他是98年出生，戊寅年啊，这个孩子年命的戊带着天鹰星落在巽宫，巽四宫荆门也落在巽宫，而且也是直符临宫。直符咱们都知道说了是先锋门，所以直符落宫为重点参考的宫位。巽宫的地盘上有人，也就是人到巽宫是入木，因为是辰嘛，人长生在身，到辰是入木了。人又是时干，时干入木，时干又代表小孩，所以代表小孩入木。另外鹰，天鹰星代表离卦，离当中有五，荆门为兑卦，兑当中藏着酉，地盘的人就是甲辰，其中又有辰。这么看呢，辰午酉亥这四个字形组合中唯一缺这个亥。然后再看年命，地盘落在离宫，离宫天盘落着天瑞星，天瑞星还有临着庚，又形成庚加戊这个组合，又临腾蛇开门。那么开门就是乾卦，开门在乾六宫呀，来到了这儿了，那其中就藏着亥，乾卦里就有亥呀。因为这个离宫的地盘又是直符宫，和天盘直符宫的巽宫天地通气，所以这么看来呀，辰午有亥俱全。然后再看时干的人，天盘的人带着天府星落在震三宫，震三宫上又落着死门，所以这个小朋友呀，灾厄的信息比较明显。分析了一会儿以后就说了，你们赶快到派出所报案吧，孩子恐怕是凶多吉少，发生了意外，也没走太远，就在你家的东南或者南边有一个有水的地方。然后就在这个电话里边，这个女士就说，你说的对，这个孩子呢下午三点多放学，跟奶奶一起到离家南边不远的一个水库边洗衣服，洗完衣服奶奶要带他回家，他不肯，说要找同学玩一会儿再回家，奶奶就没在意，自己拿着衣服回家晾去了。谁知道到了晚上六点多，全家吃饭也不见孩子回来，这才开始着急，于是到处寻找，把平时孩子常去的地方以及同学家都找遍了，不见踪影。最后在当天夜里就已经向派出所报了案，说您从这个卦中看，这孩子是被人拐了，还是自己走远迷路了，还是被人绑架了。又看了一会儿这个局呢，就说了，孩子呀，不是被人拐，也不是绑架，也不是迷路，很可能是滑落到奶奶洗衣服的那个水库中了，是自己不小心滑倒掉进去的，掉到水里以后被这个淤泥或者石头给绊住不能动，估计人呀已经死亡了，你赶紧派这个潜水员下水打捞吧。然后这个女士赶快就跟那个小孩的父母，让他们给赶快找这个潜水员啊打捞，找了两个多钟头也没找着，
于是就又打来电话说是不是测错了，雇了两个水手下水寻找，一直没找到。哎呀，是不是被人给杀害了，然后把尸体藏起来了？虽然理解这个当事人的想法啊，但是奇门局啊是不会骗人的。反复看了又看，十分肯定的又说，孩子肯定在水库里，你雇佣的潜水员技术不够高，换潜水员再下水打捞。就这样，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又雇来两个水手下水打捞，一直到晚上六点多仍然没找着人影。又打来电话说你肯定测错了，下午又换两个水性好的水手在水底下找了三个多钟头，还是没有见人，说你看看是不是这孩子离开本地了，被人拐走了。然后又看了看奇门局说明天肯定能找到孩子，一定在水库里。这个时候呀，孩子的家属已经放弃在到这个水库里找孩子的计划了，明天也不可能再雇人下水捞了，就说你看看什么地方还能找到啊。显然这女士已经不太相信这个预测结论了，然后说我只能说还是在水库里找，如果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明天便能见分晓啊。这里头有个插这么一段，就是第二天早晨准备坐公交车上班，一路上看到寻人广告啊，寻人启事的广告上面登着小朋友的照片，并且有联系电话，心里也在默默祈祷，但愿孩子还能活着，但愿这一次我测错了。结果天公不作美，中午12点半左右，这个女士打来电话说了，哎，老师呀，结果还是到底让你给说中了。上午8点多有人看见水库飘着一具小孩尸体，报了案，大家赶到水库一看，果然是这个孩子，家属们一个个是哭得死去活来呀。老师你说这事儿也怪，先后雇了四个水手下去打捞，居然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你不找的时候他自己就飘出来了。哎，然后下面呢咱们把这个思路啊说一下。第一，让家属赶快报案，孩子凶多吉少，恐怕出意外，孩子也走不太远，在家东南或南方一个有水的地方。这失踪的孩子年命戊落在巽宫，日干的甲戌己落在乾宫，这个乾宫是克巽宫的呀，对吧？日干等于是克着这个年命，所以前面讲过人有难回之象。另外时干的人和死门同落震三宫，也是被日干所落之宫乾宫所克，都是人难回之象。孩子的年命戊落在巽宫，地盘有人水，戊呢又带天鹰星，也就是离卦啊，所以断这个小孩在东南方向或者南方，就是巽宫或者南方的这个天鹰星的离卦离宫，而且是有水的地方，因为地盘落有人水，因为巽宫的阳遁为内盘呀，所以断离家不远，因为时干的人和死门同落震三宫，所以断这个孩子恐怕有意外发生。第二，断孩子不是被人拐骗了，也不是被绑架了，更不是迷路了，自己不小心跌入水中的，入水后被淤泥或者岩石绊住不能动弹，估计人已经死亡啊，建议马上派潜水人员下水打捞。这个玄武代表拐骗，现在这个玄武落在坎宫，坎宫是生这个孩子年命落的巽宫的，所以不是被人拐骗啊。如果克这就麻烦。腾蛇代表绑架，腾蛇在离宫，也不克这个孩子年命的落宫，所以也不是被人绑架。景门代表道路，指使门啊，又临直符，这孩子又临直符，而且年命戊带着天鹰星直符落在巽宫，来克景门所落的艮宫。那个天鹰星和景门都属于离卦呀，互相通气呀，也同气呀，所以他克着这个道路，不属于迷路啊。如果路克他就迷路了啊，没克他啊，这个落宫啊不克。巽宫临直符，直符代表事物里头的玄机啊所表现。现在直符天鹰星的当中呢藏着地支的午，巽宫又落着荆门藏着酉，地盘的壬水中又藏着辰，地盘直符离宫中有开门，开门就是乾卦当中藏着亥，而离宫的地盘又落着年命的戊啊。如此看来辰酉午亥自行全意啊，自行皆全。直符宫地盘有人水啊，人又为时干，时干人到巽宫为入木，所以说是自己不小心跌入水中之象，加上自行加上时干入木。那离宫呢是地盘的直符宫，是庚加戊符宫格，戊就是这个孩子的年命，被庚
带着天瑞星所压在它的上头，你看不能动。庚嘛，代表梗塞堵塞啊。庚又是甲申，戊是甲子呀，甲子戊，甲申庚啊。申子又半合水局之象，离宫上带着腾蛇，腾蛇就有缠绕之象。瑞星是泥土啊，这不就是水掺着淤泥又缠绕，庚又是坚硬的石头啊，所以就断有淤泥或者是岩石缠绕。另外日干的气数啊必须考虑，甲戌日干的甲是长生在亥的，走到午这个地方是死，也就是说日干带死气。这个离卦对应的就是天鹰星景门啊。现在这个孩子的年命的戊落在巽宫，带着天鹰星，天鹰星可以就说是午，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年命呢带着日干的死气。再看地盘的戊落在离宫，也是日干的死气。孩子呢代表孩子的食干落在震三宫，又临死门，种种信息都说明这孩子可能已经死亡了。第三点说明天便能找到这个孩子，还是在水库里。第二天是大家看甲戌完了是丙子，第二天是丙子日啊。这个在奇门断应期中啊咱们也说过啊，合必逢冲，冲必逢合。那么咱们看看申子是半合之象啊，也算是合，那么为什么一直找不着呢？什么时候能找着呢？所以合必逢冲，你到了丙子第二天丙子日子午相冲，才能把这个天鹰星才能冲开，所以这孩子才能显现出来，是这样的来断的啊。